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又见面了，我是鲤鱼。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来养企鹅。今天来玩的这个游戏就满足了这种非常奇怪的要求。要知道养动物的话，我是有心理准备，但是养企鹅对我来说实在太怪了。企鹅该咋养啊？这都睡着了呀。OK， 开始呗。哎，哦，你们就是这两个小家伙们，他俩在干嘛？哎，又健身？可以。哦，这是在表演才艺吗？你好，你也表演才艺。哦，表演才艺就掉钱了？啊？哇哦，10块钱，但是那10美元没有看在哪儿啊？怎么又睡着了？嗜睡症吧？啊，先看这是啥东西？这像贩卖机一样，就有一张纸条。一个企鹅公园仅仅只有两个企鹅，真可怜。我要你在10天之内弄出10只企鹅，否则你就被解雇了。爱你的 CEO。不是你在逗我吗？总共就俩企鹅，生让我生去吗？这俩公母都不知道你怎么又拉大便了呀？这粑粑自己舔干净，快！哇，他们感觉愣愣的。哎，这是不是可以买鱼喂他们呀？哦，哎，怎么就那个就生病了呀？这是药吧？药应该是给他们吃的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吃药吃药。哦，吃药病就好了。我天哪，这要弄出10只企鹅，10天之内有点难的。这个应该哦，清理大便的呗。哇，你们少拉一点好吗？我都不敢想象4、5只之后会多么的混乱。这个晚上睡觉了，你这个 CEO 给的这破纸条扔掉。这是啥玩意儿？收音机还放音乐的。哎，这怎么又有屎啊？这个操作好蹩脚啊，这个游戏啊，关掉。这里又有钱了，这个蛋可以买吗？哦，钱不够，我懂了，在贩卖机买那个蛋，他们才能生企鹅吧？你们谁还能表演一些才艺啊？我再多弄点鱼。这黄金鱼是什么？先放置这普通鱼，再放个这个黄金鱼。哦，饱食度一下就满了。哎，你怎么把它撞倒了呀？来，你也表演才艺。哦，他现在表演不了，他现在没吃饱呢。14块钱了。来，冲大便，关掉。哇、哦，他掉了一张。哇，10块钱，宝贝儿你太棒了。来，我们有蛋了。这个蛋就放在这儿就能生吗？还是怎样？我不太懂啊。这企鹅在干嘛呢？你看贩卖机干啥呀？哦，他们有名字的，这是 Bill。 哦， Bill 在孵化企鹅。哦，就这样直接就坐在上面露出这种表情就可以生了吗？太简单了。你们是公的是母的呀？多买点鱼吧，补充一下能量给他，对吧？让他生完之后啊，哎，买错了，买个黄金鱼。哎呦，这企鹅就轰出来了，还行。哎，我拿着鱼，他们都跟着我。你好 ，Ziza， 表演才艺。哦，这叫什么 ？Daisy 吗？新宝宝叫 Daisy 吗？我们的 Daisy 出来了，我也不知道这发音呢，发音非常不标准。哦，等一下，这个大便好多呀，我觉得脏了的话，他们就很容易生病了。我可以拿这个东西吹企鹅吗？哎，他们就摔倒了。别，快醒醒，老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好奇。这有只鱼。哎，鱼放这儿，谁愿意吃谁就吃呗，谁吃完谁就得表演才艺，你知道吗？你也得表演才艺了。哇，表演才艺的时候顺便还拉屎了，我的妈呀，你们怎么这么能拉呀？这才3只企鹅，哎，不小心把它吹跑了。他们好像用嘴会给我叼回一些硬币。哦，又有了，我们再生一个宝宝吧。来，这有蛋，谁想生？快来生。哦，好像是，哎 ，Bill， 快加油，这 Ziza 又要生了。啊，果然，等一下，一会儿我们买个帽子吧。他们很开心的在游。再买几条鱼，谁想吃过来吃呀？哦，你要吃了，吃完就得表演才艺，你知道吗？哦，生出来了 ，Tony 出生了。哦，又掉钱了。这个能买个小帽子吗？哎，出来了一顶小帽子，来，你叫 Zia 吗？来，给你。哎，但是小帽子好萌啊！我的天哪，你睡吧。以后这个生产的工作就交给你了。哎，这白天了嘛。哇、哦，你又帮我弄回了钱，你好可爱，来稀罕稀罕你 ，Tony。哎，来，这里有黄金鱼，谁要吃黄金鱼啊？来来，给你吃。哎，你又叼回硬币了，谢谢你。哎，来，你在表演才艺。哇，又拉屎了，浇一浇啊。这边也有硬币，我觉得我应该多买几条鱼啊。他们好像对鱼的需求比较大呀。我不知道这个饱食度多了的话，表演才艺会不会给多钱的几率大一点。哎，这又叼钱了，给我。哇、哦、太酷了。我们再来一个蛋吧，谁要生这个蛋？这公的母的都能生吗？哦，又是戴帽子的 Zia 去生了。这边好像没什么大啊，那边有大便。这游戏跑不了是最气的。来，把这水闸关了。
哦 ，Marky 出生了，你好啊，小 Marky， 生完的表演才艺吧，够50%就能表演才艺了，你别睡了，表演才艺，哇，都在表演才艺，哇，给我好多钱，这第几天了？这钱给的这些，我不知道能不能达成在10天之内养10只企鹅，现在这进度还是有点慢，这都第4天了，我才几只企鹅呀？哇，你屁股下面有屎啊，能让开一下吗？你们干脆叫大便企鹅算了。哎，它生病了，它生病了，得尽快喂它。哦，好了，还有一个生病了，我别，快点快点来吃，快吃快吃。哦，病好了，哇，竟然是我们的主产妇得病了，来，再来，这有蛋谁想生？我觉得我现在没有其他钱给他们买一顶小帽子了。哎，别呀，这生病的时候生产，这样能好吗？如果这个企鹅死掉，我觉得游戏就失败了。哇，快点！哦，快吃快吃！哇、哦，太好了！你能表演才艺吗？谁能表演才艺？快表演一下！我好长时间没有喂他们食物了，是吗？哎，我没有钱了，完了 ，Tony 又得病了，你们能不能不要生病了呀？我照顾的好累。哎，这里有大便。啊 ，Zia 又生病了，不要，我没有钱了呀！我哦，这里有钱，赶紧的，赶紧买药吃。哦，这里有钱。来，药丸药丸，谁要吃药丸啊？给你。哇，他嘴里还叼着钱。刚才还有个得病的小伙子，哇，他离那么远，你不会跑近一点啊？哇，哦 ，Tony， 哦 ，Tony 生病时间太长了吗？还是怎样？啊 ，Tony 病死了，不要这样。哦 ，Tony 生病时间太长了，也就是要挂掉了是吗？但是我们已经打成6只企鹅了，还差4只。他们吃完表演才艺就拉呀，这个就很烦。哎呦，幸亏有买药物的东西，快快吃。哎，哦，吃了。哦，生病了，看到没有？赶紧买药，5美元一个呀。快吃啊！哎，完了，他就生蛋了，完了完了。快吃啊！这蛋拿起来，他是不是就吃了？哇，你快点吃啊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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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要输了！别生，完了别就孵蛋，吃药，吃药，吃药，要不我就被解雇。吃药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吃。你现在才吃药有什么用？我已经被解雇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个企鹅模拟器呢就玩到这里了。非常感谢的收看，别忘了在视频下方点赞、分享、收藏一下。我是鲤鱼，下期视频我还会遇见你。记住每天保持微笑 ，Tomorrow everything will be fine。